十字弓最实用的三大搭配，它来了！大家好，我是东妖，今天我将从秒杀能力、海点能力、下点能力三个方面给大家带来十字弓的三套配件。首先是秒杀能力，裸配情况下呢，37米命中腹部及以上，一枪死。天哪，这简直是副武器的天花板！不过呢，由于十字弓的子弹速度慢，并且还有下注意。对枪呢就会很吃亏，很容易被反应快的敌人反杀。但是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因为当我们给十字弓装上它的核心配件28角弓弦以及巨岩重型弓臂后，就增加了70%的子弹速度，40米只有一环的下坠，且命中胸部及以上一枪毙命。最重要的是，子弹几乎无延迟，直接变成了一把瞬狙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我，十字弓一次只有一发子弹，贴脸遇到两个及以上不是很吃亏吗？好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第三个核心配件，近战高手，近距离消灭敌人回复子弹，只要你打得准，来几个杀几个。那么结合以上的特点呢，这就是我的冲锋弓配件。然后是排点能力，我们在打残局的时候经常需要遇到猜敌人位置的情况，开枪会暴露位置，近不摸的又会浪费时间，怎么办呢？简单，你只要为十字弓装上催泪弩箭就能完美解决。这样不仅子弹声音小，而且一发过去还能直接排点，在爆破模式中可谓是相当好用。这是我的排点弓配件。最后是炸点能力，十字弓还有热铝和粘雷这两种弩箭，只要命中，没有防冒衣的敌人就只能等待死亡，非常适合喜欢炸点的同学。这是我的炸点弓配件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内容，动刀 over。